原来这前王八多重啊！这一个眼镜左右，我看这一个人啊，那是四五个，这也盆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，700多买了20只小甲鱼，咱们今天做一个红油小甲鱼，把你去烧火，一会儿准备烫皮。我来小甲鱼处理一下。 烧点温水，水温烧到70度，把这个膜烫一下。甲鱼身上的膜已经去除干净了，咱们现在把内脏掏出来。甲鱼去除内脏以后啊，好好清洗一下。 处理好甲鱼焯一下水，倒入白酒，小甲鱼焯好水以后捞出来，倒入色拉油，葱姜蒜炸香，炸香以后放入八角、桂皮、干辣椒、香叶、白蔻、白芷、麻椒、干辣椒，炸香以后放入郫县豆瓣酱，来勺黄豆酱增加酱香味，倒入生抽，倒入白酒。 添入清水，倒入蚝油，来点鲜露，放入冰糖、胡椒粉，调入鲜盐。汤开锅以后熬20分钟，汤已经熬了20分钟了，现在把甲鱼放进去。开锅以后卤10分钟，这甲鱼已经烧了10分钟了，然后在这汤里边泡3个小时，不能煮时间太长了，时间太长这肉就碎了。 小甲鱼已经焖了2个小时了，现在可以起锅了。来尝尝红油小甲鱼。哎呀，先来一个吧。走你，这个季节吃这个辣口的，确实得清淡。来吧。 Q 弹弹的 吃这个是不是可以美容啊？必须，是吧？这么小小甲鱼啊，咱一人能吃4-5个，保底5个，浑身是宝。这好吃啊！ 再来一个，乌龟翻身，我亲密接触一个。今儿烧的甲鱼出来味了吧？这味儿真棒，泡出来味儿香呢。让我瞅一瞅。 都是肉。 最后仨，再咬着这个，我来这个，翻身，越吃越暖和。嗯，哇，今天吃甲鱼吃过瘾了，成个裙边儿。今天做这甲鱼了，麻辣适中，我们三个把这一盘儿吃完了。